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是会生两个孩子？还是要生一个？你觉得因为是那个 Jasper 是不是？就是自己一个还是有压力。比较无聊？嗯，因为你有姐姐妹妹，我有弟弟妹妹，我有你有三弟弟个妹妹，姐。对啊，所以你们不懂，我们一个的还是有一个的这种孤了解，独啦。托尔有讲过，但是就一直在推，一直推，推到现在40岁多了，你就不想了？就是我也觉得我第二胎拖的有点久，也还好应吧，该早一点点。我觉得有好有不好，可对，能有好有不好。对，这是哥哥跟弟弟的距离，就是让他好好去照顾他，他们了对，解现在也他。不会太那个，对就太啊，吃醋什么的。